观赏街景那动态，谁在半路停步？似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，拼了命成就幸福，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开始跟结束。我呼吸多数万次，难道这样容易？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，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，明明同行，但你临时必须放下句点。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，空着来画面，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，却在这边，怎撑过余生的浩劫？差不多300日了，曾经过有怀念，要记住你的一切，使世界亮了点。原来亦能活过来，亦能糊涂地爱，悠然地笑过着每天。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，相拥吗？还能遇上，还能再对话？若到那天，地球还未塌下，尚能期待某种。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，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，讲类似有何不变？留低的与重生的，也在这边。即使费时一点，即使快乐不轻易，最后仍可。差不多900日了，还是这样怀念。说过在那一边见，来待我出现。你继续沿途历险，我继续寻求幸福了。下次见，拜拜 ，Thank you 各位 ，Happy Halloween， 万圣节快乐！